重点来了，重点来了，重点！我先看一下这个。Pink 有嘴巴，有嘴巴，是嘉纯的嘴巴吗？对对，还有嘉纯的手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对，这面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它引擎的部分。哦，引擎透明的哎，要启动了吗？观众朋友，很抱歉，我们在新的一年呢，就要先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那这个呢，就是呢，现在漂洋过海来见你的嘉纯的纯爱杯。哇哇哇！那我们现在就来拆箱了。好。哈哈哈 CD 说不太清楚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是，就是呢，现在我赶快开，取得了嘉纯的器官。干嘛这样？首先拿出来呢，你就看到一桶这个很像鼻孔的东西。鼻孔。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嘉纯的。还有一个这个。润滑液。润滑液。这个我就比较懂。这个大家。平常很少用。这个大家去没有？这个大家去饭店的时候抽屉打开就会有。这个呢？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帮忙补充一下这是？这是嘉纯的小粉红，好恶心啊！什么东西啊？快写，快写，快写！嘉纯的小粉红，哇！飘乳香，不是因为如果我纯闻的话，我会觉得很香。所以要，可是如果他告诉我说这个是嘉纯的味道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假歪。好了，反正这个有点像是大家拜拜那个昂骨柜上面那一颗寿桃的那上面那一颗。看一下，我们请彰化代表，彰化代表，彰化代表。我们请女生闻一下好了，女生闻，你闻什么味道？香香的，你觉得跟你自己的差在哪？自己的闻到，小胖耶，我不太够耶。重点来了，重点来了，重点，我先看一下这个，你干嘛摇了？没有，因为这不是摆，就是这个这样子用的嘛。蛮可爱的，Pink 有嘴巴，有嘴巴，是嘉纯的嘴巴吗？对，还有嘉纯的手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对，这面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它引擎的部分。哦，引擎透明的，哎，要启动了吗？因为其实我本人有拿过高桥圣子的器官，什么意思？就是专业的就会知道，就是高桥圣子的器官，就是类似的器官。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来品这个应该也算。蛮有诚意的，诚意十足。快乐，谢谢大家。纯爱杯，我觉得，因为它这个触感跟那个高桥圣子不太一样，因为高桥圣子它是整个都是做细胶的，然后它这个比较有杯感。我觉得这个是就我自己体验过两种的话，这个比较没有抓肉的感觉，它比较是抓肉那个杯的感觉。高桥圣子是肉色。高桥圣子它是整个都是细胶，对对，但单价应该不太一样。没有，还有，讲到关键了，讲到重点了。高桥圣子的开口呢，是真的高桥圣子的形状，但是纯爱杯呢，它就是保特瓶，一般的一个杯保特瓶，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买个纯。如果嘉纯可以做的更加，就是二代，对，嘉纯2.0，纯爱杯2.0，我觉得它可以改进，就是全细胶，然后做成那个。嘉纯听到了吗？我们都在期待哦，期待你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看什么看？快停啊！